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Coco Official HK， 我系 Coco。咁今日我哋就要开始介绍我哋嘅第二季啦 ，SDR 嘅第二季。咁今日我哋就讲咩嘅咧？啱啱我哋而家喺芜湖市中心站啦，你知道。咁我哋就介绍神乐园线北延段。咁其实站都换咗做石英地砖噶啦。而入闸之后呢个牌都转咗，一往天堂南，二往呢、這个北冰宫啦。咁今日我哋就介绍三个站，北延线嚟嘅，即全部都系。咁我哋而家开始啦。咁我哋下一站咧就喺呢个弹珠市中心站。用了一个试验版的月台幕门系统，即是 chat 那个系统，不过那个系统不奏效的。我今天来到弹珠市中心站了，闩门先。咁呢度就系、是，咁呢个就落去下面大堂轻铁月台啦。我未改牌嘅啫，其实轻铁呢个咧已经被改为都心铁，佢叫都心轻铁。咁呢个就而家变咗做都心铁路啦。跟住呢个就系去天堂南嗰边啦，冇乜分别。跟住呢度就系深环线啦，呢就落翻嚟地面。地面呢度有间商店，但系唔得，我讲应该唔系商店嚟噶啦。咁出闸，出闸闸外面有一个巴士，因为系一嘅，因为条公路上面嘅，有条巴，有个巴士站啦，808X， 即是我喺专业嗰度讲嘅321X 啦。咁就系往捷湾海旁京弹捷高速公路，其实改咗名噶好耐噶啦。咁入边有男女厕啦，但系因为 STL 嘅新型建筑手法影响，所以呢啲嘢唔会再出现噶啦。应该最后一个出现嘅站系北冰宫站。咁我哋下一站就系市北站。嗰个市北站咧就系弹珠市嘅北面啦，位于跟住呢度系一个 lift 嚟嘅，新型嘅 lift 嘅设计，不过只限市北站。月台冇乜大特别嘢嘅啫，就咁嘅啫。大堂咧都系冇乜特別嘅，只係一個通道，然之後可以望翻俾你望翻下面咁樣。跟住呢度係市北宮A 出口，一個出口啫。跟住一出翻去咧，竟然係一個，竟然去翻呢個月台嗰邊。遲啲我會整翻個 barrier 咁防。咁我哋而家就去最後一個站。下一站就是终点站北冰宫啦。咁呢个就是北冰宫站啦。咁呢个就是二号月台啦，神乐园线嘅四号月台冰宫环线内环啦。呢个终点站月台嚟嘅。跟住俾你睇一条掉头路轨啦，系咁嘅，系一条好典型嘅掉头路轨设计。跟住我哋上上面，上面呢度大去翻对面月台先啦。呢、這个就系去天堂南嘅神乐园线，然之后呢个系外环列车啦，就系冰宫环线。跟住你应该你会喺你应该会喺迟啲我都介绍嘅车站里面可以见到呢条线嘅踪影，尤其系天堂线啦。咁出咁佢出闸啦，闸外面咧就有女厕同男厕。
咁呢个就系 A 出口，就可以出翻就出闸啦，咁就系离开呢个站啦。咁趁而家交开翻交代翻 STL 进度先 ，STL 已经差唔多起好 ，STL 第二季嘅地图已经差唔多起好啦。就系而家西平，而家就系整紧西平站，即系西平站整完之后就整埋圆沙角站，再铺埋路轨搞掂噶啦。咁南湾线东延段同西延段，咁今次系包括天堂线第一期，其神乐园线南北延段同埋南湾线东西延段，不过都系神乐园，不过系注重比较发展呢个天堂线嘅。好，今次节目就差唔多啦。节目咁记得继续支持个 Cool Office HK 啦，咁可以 like 啦、subscribe 啦、share 开去啦、like 埋 Facebook 专业啦，两个都要啊，两个专业啊 ，STL 同埋 Cool Office HK 喺晒连结入边噶啦，知啦，亦都可以加我 Facebook friend 嘅，咁 IG 咪成日睇嘅啫，建议都加翻 Facebook 嘅 friend 啊。咁我唔知点解我而家喺度上落楼梯啦，无聊咁样。好啊，咁今次节目就完毕啦，拜拜。